趁年轻勇敢爱，你看他俩有多敢。左脚的浪漫，左看到的理化，粉红粉红的，是这样的粉红粉红吗？弟弟为什么在街舞新造型中穿去年的款呢？那我们就浅扒一下吧。关键字：木槿。那片海沙七燕哥哥衣服上的小花是朱槿，弟弟衣服上的是扶桑。朱槿、扶桑都是木槿，且原产中国，又称中国玫瑰，所以真的不是我们样客，是众主暗头客啊。再浅扒一下配饰，这不就戴了哥哥应援色的帽子吗？剩下的你看完估计的崩。画重点，双人舞丝巾。对，你没看错，波波他不但戴了这丝巾，还拆了 Coach 的包包袋子。如果你非要杠这个 Coach 的包包袋，你看一下对比。最后王老师这爱心的配饰到底有多少件呢？我怀疑他在秀，但我找不到证据。最后再补课一个保镖学。2019年8月23日，哥哥飞奔甩私生，记住这个保镖大哥。看行程可以看出，这位保镖大哥是乐华艺人小贾的保镖。小贾的保镖怎么出现在哥哥这的呢？ CPN 一下，应该是博哥心疼了帮忙借的咯，所以让我们说感谢小贾吧。最后再重复一遍，国军艺校是真的。